握时间稍微回三点钟，我们的手工制鞋顾问刘真老师也会再次回到我们的专柜上面的手工定制鞋拥有者，所以欢迎现场的贵宾朋友们，稍待一会呢，可以移动你的脚步走过来，来到呢我们路易斯沃的专柜上面，来到我们的第一号制鞋台的前方，挑选出专属。好，我们就站回去一点点。好，心友，你还记得，对，就是即将要满一周年了，所以很期待老公会送我神秘的礼物。是有什么就是特别想要他送？大家都知道我这么爱鞋，所以当然是希望老公送我漂亮的鞋子咯。没有啦，其实我觉得有心意就是心意最重要，所以如果能够跟老公一起过就很开心了。就是自己平常就是知道你也很喜欢小提琴，最近有其实我觉得啊，我自己脚上这一双娃娃鞋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因为我婚后其实呢，我有减少自己穿高跟鞋的次数，所以像我现在其实比较偏好就是这种比较舒服的娃娃鞋。那像我脚上这一双呢，它有一点点的跟，其实呢就是走起来是非常的轻盈舒适的，我觉得这很适合一般的就是我们女生每天出门穿着，所以我觉得每个女生都应该要有一双就是很舒服的娃娃鞋。婚后比较常穿，不常穿高跟鞋，是不是也是为之后就是想要生宝宝做准备？其实还好，这部分就顺其自然。应该是说，就是老公有跟我说，他蛮喜欢我穿平底鞋的，然后他觉得就是女生穿娃娃鞋看起来很可爱，就是感觉很年轻，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现在就比较常穿娃娃鞋，就是有一种小鸟脸的感觉。对对对，嗯。